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古》节目。一连好几集，师父给我们介绍十二因缘。那么从过去世的无名、行、识，谈到这一世的名色、六入、触、受。那么师父呢，说受呢，包含了五种啊，也就是苦、乐、忧、喜、舍。那么师父说，这五种呢，都是苦，为什么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师父。师父您好。你好。是师父，为什么这个您这个谈到说苦乐忧喜舍，既然有这个乐又有喜还有舍，不苦不乐，那为什么又把它说都是苦呢？因为刚才我讲把它这个又称为三种苦，三类苦啊。是一类叫做苦苦，是一类叫做坏苦，另外一类叫做行苦。那么这个三类就是涵盖着苦与乐。那么苦苦是指的哪一些呢？苦苦是指的生老病死，这苦苦。然后呢，还有求不得苦，怨嗔恚苦，爱别离苦，五蕴炽盛苦，一共叫八苦。八苦，这就是我们先讲过的八苦。对，过去讲过的。是这个八苦就是苦苦啊。然后呢，乐喜这个算是什么？坏苦。坏苦，对了，这个说叫坏苦的原因就是说，正在快乐的时候它是无常的，乐和喜都是无常，无常也就是说随时都在变，这叫做坏苦。很多人都说没有不善的言行，没有这个不掉的花朵，这叫做坏苦。就是你现在很高兴，可是下一刻可能就开始苦了。对，苦往往是结果，往往乐也是苦的开始，所以那个就变成叫做坏苦。那行苦是什么？行苦呢是这个心理的现象，心理的现象不能持续的稳定的，常常起起落落的，产生种种的心理反应自己往往心不由己，自己不能够主宰自己的心，心叫他快乐，往往叫他快乐，他自己很痛苦，想要求快乐就是非常痛苦，那就是这个心理现象，就是正在这个心理经常不断的在动，那我们叫做行苦。其实呢，行苦是包括所有一切苦的。哦。包括苦苦，包括乐坏苦，包括这个苦苦。坏苦，为什么？行只是心，我们的苦不是肉体叫做苦，而是心在苦。痛苦，痛苦，痛是身体，苦是心。痛不一定苦的，因为痛快，痛快，是吧？痛并不一定苦，但是苦只是心理的一种现象。所以是不管是哪一类的苦，都是属于行苦包括所有的一切苦的。因此呢，这个苦的一个事实，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整体的过程，身心各种现象都不处于苦的范围。我们在这苦的果报，就是人间，那就是受受虽然是讲五受那都是苦。因此呢，我们讲这个十二因缘是出以后就是受，受的时候呢就是苦，就受的苦，就受的是果报啊。果报果报，我们这一个人间呢叫做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就是叫人苦的世界，你大世界上呢就是人苦的，这个
这个人类的人人忍耐的 人啊，忍苦啊，忍耐苦。娑婆世界就是来忍耐苦的，就是去受苦的啊。在世上快乐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受苦当中。对，你虽然快乐，快乐，快乐就是坏苦。真的、啊，我以为我每天很快乐，其实也是在苦。但是呢，要心中看的啊，心中不以为苦，一种啊，这是自我陶醉。那么另外一种呢？就是用佛法来为自己啊解套，啊，为自己能够啊，这个是解脱，解脱自己的一种苦的心理的感受，啊，这个减少一点苦，学道修道就能够啊减少这个受的苦，所受的苦难了，啊。所以佛法是很有用，很有用。那么受以下，接下来是爱。这个爱呢是，这是呢，这个爱是有，实际上这跟恨呢，啊，是相对的东西。我喜欢这个花，我爱它，这个爱往往都是跟那个占有、贪取，就贪爱有关系。爱什么？爱自己的生命，自己那个所受的已经是苦了，苦的生命的这个事实，还是非常的执着它，非常的贪爱这个生命，以及呢贪爱生命之中自己所拥有的一些身外之物。想起来好像这个爱是很可爱的事。对呀，啊，我们说爱使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个活力。但是呢，贪爱，执着的一种爱，是一种苦的一种现象。从苦不知道是苦，就变成爱，那就是愚痴。我们讲的无明，愚痴明明是苦，他在那边苦中作乐，作乐。明明这个是啊无常，他以为他是啊这是永久可靠，那这个就变成了。这个是个爱的一个结果了。嗯，那么爱的下边就是取了。是是，我们下一集再来看。对对对对，非常谢谢师父的开示。那么从师父的开示里面，我们越来越深入了解十二因缘，也越来越了解我们的生命过程。非常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佛法的智慧。